哈哈哈，快乐哈到家。今天哈什么呢？今天哈全家人快快乐乐做家事。真的吗？你们全家人真的都快快乐乐做家事吗？你家的小朋友跟着你？有的时候会不免会有一些这个气氛上面的高低起伏。真的啊，要不然好不容易拜托个半天，他偶尔动了一下，就是还反而越帮越忙。是有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想用利用做家事跟孩子们进行这个亲子的活动啊，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为什么他们老是讲不听不受控制呢？所以这一定有方法的嘛。而且我真的希望小朋友不要来捣蛋也就罢了，真希望他们不要。弄得乱七八糟啊，你个整理的人真的快。是那小朋友他自己心里面不免会 OS、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爱规定呢？不规定不行啊。有没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让家事变得像玩游戏一样好玩嘞？有这事吗？应该有哦。有哦。今天我们就专门请到呢这个有这方面的达人之称的老师级的要来教导我们，我们就好好学学，好好把我们这些父母真的伤透脑筋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好，首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徐中恒 Vicky 一家人，还带他们两个可爱的小朋友哦。以及啊我们这个家事达人年轻漂亮的陈映茹老师。今天多人呢、全家总动员咱们的曲哥 Vicky、还有我们的可爱的燕燕跟小妹，节目派大家好，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啊，好好玩哦。对呀，那请问你们哦，我们今天要聊家事，你们在家里有没有帮忙啊？有吗？讲大声一点。没有吧？没有。你看他们诚实，我就喜欢小孩子这样。好，第二个问题。爸爸有做家事吗？没有。没有吗？是吗？其实都是爸爸在做的。来来来，爸爸，徐哥，家里的这个大小事都是谁在做？是 Vicky 吗？还是没有？大部分都是我啦。大部分都是我在做。大部分都是你在做，可是小朋友都没看到。对啊，因为怎么你都等他们睡了，你才关心我？也没有，他们根本就哪会注意到有谁在做家事，谁不做家事啊？他们只注意到自己的电视跟食物而已。对啊，说的是。而且我问你，你每次玩具玩了一大堆要收的时候，你都叫谁收？是不是叫宝宝陪你收？有没有？有吗？哎呦，那个都不算。那很辛苦哎。你看工作那么疲倦，回来以后还要帮忙整理家里这些。对啊，是比较那个，而且麻烦的是，我们家是那种透天的，你知道吗？就四层，哇，这一下，对，他们有时候在一楼玩，玩一玩又到三楼玩，玩一玩又下一楼玩，这样子，我就是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这样一直收。那会真的疯狂常常会这样子，你从楼上拖地哈，一拖拖拖拖拖拖下来以后，走上去就发现，怎么又有头发屑在那边？对，或者是哪些灰屑，很难维持，就是。对，那个楼梯那段落真的是很讨厌那个楼梯。而且你说这个四层楼哈，因为我们都是跪在地上擦地的。你们家啊？对。那如果说是他一定，我一定要带护膝，要不然那个真的是受不了。他是一个很搞干护的。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拖呢？你不能拿个拖把这样拖吗？这就不懂了，这你知道，既然要动，就把它弄干净一点。而且这样子最干净。最主要是小孩子啊，有时候动不动就趴在地上玩，有没有？是啊，东西掉了滚来滚去的，对，要东西掉了再拿起来吃。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地板还是尽量就是说弄得更干净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尽量不要踩到这一部分好不好？窗户全部关起来，一个月拖一次就够了。那也不行。也不行。那你都在多久才拖一次地啊？或是其实不一定的啊。对啊，有时候就是小孩应该脏了就要。有时候譬如说拖完了以后，很多邻居的小朋友啊，或者什么啊，有甚至于我们自己啊，就可能是穿着鞋子啊去拿东西啊，什么就进来了，那就是三天可能就要拖一次了。哇，有时候维持的好，两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还 OK。没有，他这三天拖一次是跪在地上拖，那平常都是用拖把，就是维持。还有一种那种就是维持干净，你们有三天一跪的？对对对对对对，有三天。
是对啊。可是我们这样讲起来哦，就觉得哎，好像拖地这个部分好像屈哥比较内行。是，但是呢，我们现在再回来问一下 Vicky，这个老婆大人好像最近这个常常出外，好像工作也比较多一点，对不对？真的，但是呢，哎呀，好红啊，真的。哎呀，你看那个屈哥怎么那边有酸的味道出来，怎么搞的？但是呢，我们想问一下，说 Vicky， 你觉得你最拿手的那个家事？就是不要把家弄乱就对了。对，因为他是那一种，他是那种很会整理东西。不是说我不爱做家事，是他太会整理了。他很多东西都会整理的放得很好。譬如说，他以前都会教我 T 恤要大小折得刚刚好的那种一样大小。这么要求？对，然后晒衣服一定要用夹子夹，才不会让 T 恤有那个一定要不是那个边缘一定要在肩线嘛，刚好那个宽度有没有？那个衣架的宽度最好是在肩线嘛。屈哥，我说 T 恤。要不然这边就是，你还真的是报告班长了你、啊，你觉得你还没退伍是不是、啊？这样子那个 T 恤比较不容易坏掉嘛。哦，他说不变形啊，对，我们 T 恤就领口比较不容易会松松的这样。这个是，哇，陈老师。通常家里很多男人呢都是说不会做，所以妈妈就很辛苦。对，那这个家好像不太一样，是爸爸都很要求，不太会做，然后爸爸很会做。而且我发现会做家事的男生就非常的要求。我一个学生也是，他都先生在做，他像晒衣服规定一定要一长一短，一长一短，而且要朝同一个方向。他先生为什么？他说这样通风比较好。哎呦，人家还讲究这个。你看这个我倒没有要求啊，但是哎，同一间是有要求的，男生就会有一些要求。宽宏大量，都没，真的是，每个做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逻辑，对，都有一套自己的学问。被人破坏的话会生气的。对，然后所以很有趣的是，通常男生很会做的话，那女生就会顺其就顺水推舟。说既然你爱做，对啊，你要求很多，并不是我不做。他那么会做，而且他从一楼拖到四楼，他一天的运动量就够了，他也不用出去跑步了。真的哎，跑步还伤膝盖，对不对？你看我们 Vicky 多么体贴呀、啊！你跟我讲做什么，好像我要帮你做一样。抱歉抱歉，这表。不是吧？都已经有人以为他跟我是亲属或是什么关系？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共同主持节目。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有时候会这样，突然间碍眼啊、哦，不好意思。不过我说实在的啊、哦，就是说，通常啊，这个叫男人做家事，说实在，这个、你们家算是比较特殊案例啊。对 对, 对。你看，像过去哦，哇，你知道叫马爷做家事，你们在心想、哦，哇，那一个吨位，你知道，叫他趴着，你不用了。不是马爷。不一样，马爷是艺术家、啊，人家创作，对不对？不是，负责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很多男生都很爱找借口，真的，这我们等一下后端来提到。对对 对。但是我们先，就我们想说，先聊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有些家事确实啊，比如说男生比较适合做什么，女生比较适合做，应该需要有一些分工合作，对不对？对，其实还是要分工合作。但是其实大家常常会说，男生适合做什么？其实基本上没有男生不适合，都是男生自己替自己找借口说。这个我做太娘了吧，应该留给你们做之类的。但是有些工作其实还是应该交给男生，比如说比较出众的，像擦玻璃，我常常说擦玻璃有点危险性的，这是男生其实真的应该负担的部分。那如果有些男生会觉得在家折衣服，这样万一客人进来就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家里的小裤裤啊，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有时候像倒垃圾，垃圾又重，而且男生都喜欢到外面溜达，什么我去什么便利商店买个烟，那透透气啊，透透气。意思就顺便倒一下垃圾，其实这都是男生可以做，男生又对他们来讲又很轻松的工作。是，所以家里家事好像也就是这些了嘛。对啊，你不要尽管说别人啊，你讲你自己啊。我怎么样？您做什么家事？人家今天屈哥来是哎标模范榜样哎。你刚刚没有在我谈话当中就感觉得到我也是拖地达人吗？是，感觉不到，是从楼上拖到楼下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拖完以后，跪在地上啊！当然，因为这样子才擦了干净，哎、对对对，真的才擦了干净，而且每一个细节你尽量都是哎，发现马上就动。然后所以随时你知道，我们家其实也是一三楼这样跑来跑去，我随时基本上就是家里都会有那个小扫把，对，然后一层楼都会放一副。然后看到不对了，哎，就拿过来，赶快弄，扫一扫，扫一扫，要不然你踩了脚上，或者又带到哪里，那个就越来越脏。所以这么说起来，我有一个结论：如果你要叫男人做事的时候呢，首先你们家先买透天的。什么？哇！不是这样讲吗？透天的也是他擦，透天的也是你擦，那不是？
不是，原先以为说那个透天的平数会比较小，因为平面就比较小嘛。结果呢？因为结果那个楼梯的部分，真的楼梯的部分很累，真的真的，光是一个擦楼梯，对不对？是。但是呢，今天听说映如老师。不仅要接受访问哦，他还要来跟我们做这个游戏。是，没错，来考考大家。出题考了，他两个讲得很会做，我们要看他们是真功夫还是只是嘴上说。真的，要露两手的意思了。真的，闭一眼眼。这个我们就好，加油，来吧，可以哦。是了，是。应该降档了。第一题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有洗衣服的问题。如果你在洗衣服之前，我们到底要不要先泡水？过去大家都说要泡，那你是觉得要泡呢，还是说再泡个10分钟、20分钟就够了？还是要泡个2个小时，泡久一点，洗得比较干净？又有小问题，你现在旁边那个有个打勾的那个是什么？并没有，那只是一个漂亮而已，并没有。因为他打勾，他在那边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是2个小时。你看你这种人啊，就是读书没办法读到重点，就是。打过，总之就是3个选项，也不需要10分钟、20分钟或者2个小时以上。哎，曲哥，您选哪一个？我选中间那个啊，10到20分钟。十到二十分钟吗？要先泡一下。要泡吗？我也觉得是要泡一下，稍微泡一下。哎，我觉得不用。我觉得对，不需要。我都不泡。那就直接就冲洗，就开始洗。其实答案是其实要泡一下，稍微泡一下，因为纤维就像我们。泡澡是泡久就觉得手皱皱，稍微泡一下纤维会开，脏东西会比较容易出来。泡太久的话，衣服的纤维会被泡坏掉，所以10分钟到20分钟是比较差不多的时间。而且泡2个小时也臭了吧？对啊，衣服会泡烂。那个什么，有时候泡太久，我有这样子过，就是泡着忘了，你知道吗？就做别的事情，结果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1个多小时了。然后再去的时候，你掀开那个盖子，其实是有味道，对，有味道，有味道，开始腌白菜的感觉，有点那种发酵的味道。真的哈。那如果我们有没有一种说法，就是用热水洗会不会比较好？其实衣服的话，用温水洗但会比较干净，因为就像我们洗碗，不是大家都知道用比较有点温度的水，比较能去油污。但是要看衣服的材质，有些衣服它是不适合有温度的或者热水，像毛衣的话，碰热水话会缩起来。对，那如果一般棉T的话，在30度左右，就是有点那个手摸是温温的那个水是最好的。好，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阶段呢，哎呀，是我们的屈家获胜，来，哇，演员请来。给妈妈贴一下，给爸爸妈妈贴一下，胜利的小天下，小助理，耶！爸爸好高兴，哇，您看看，您瞧瞧，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题，好。然后像换季的时候，大家不都会把棉被拿出来晒嘛？常看到，尤其是那种季节跟换那冬天要过，就会看到家家户户阳台都有棉被。那晒棉被的话，你们觉得哪个时间比较适合？是早上在9点到11点呢，还是11点到1点，就是太阳比较大的时候，还是大概下午就1点到4点？曲哥，我是觉得1点到4点。我想应该是那个9点到11点。从早上下到晒到中午，对，最热的时候，太阳最大的时候。对呀，依照我其实跟 Vicky 的看法一样，就是最大的时候，那就9点到1点了。而且你不觉得一早起来就是第一个工作，可能就是洗衣服、晒衣服。对，而且那一大早好像空气的品质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基本上应该是太阳晒得到的时间。嗯。所以是整天10点到4点吗？就是9点直接到4点。如果你家里日照的那么好的话，我其实答案是第一个跟第三个啊，我们要还这样跳的，要分开的，还要松进来。避开中午，你会发现我避开11点到1点，因为是太阳最大的时候，不是最好吗？其实那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被子通常就是像蚕丝的也很多，然后羽绒的很多，这些都不适合曝晒，就是那种大的阳光去晒它，太高温会破坏里面的纤维，所以强光反而不适合。我们晒棉被主要是要让它干燥，所以干燥就是有阳光通风就好，然后强光反而会破坏它的里面的材质纤维，影响它的保暖度，所以要避开正中午。所以真的跟我们传统观念不太一样，你们讲的要先收进来，然后看看时间，然后再搬出去。老师，我在这边再请教一下。我曾经听过一说，就是把它放在黑色的塑胶袋里面，然后再拿去晒，这样子是比较能够杀吸热，然后可以杀尘螨，因为尘螨大概在55度的热度的话就会死掉。可是闷在塑胶袋里面不是会潮？没有，因为那个棉被放在黑塑胶袋，因为黑会吸热，然后尘螨就会被杀死。那主要是利用来杀尘螨的，对，或者有些人是用热水来洗涤衣服也可以杀尘螨，但是棉被通常比较大，比较难用热水自己。
己在家洗，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所以您的建议是说，我们晒棉被的时候放在黑色塑料袋里面，对，其实也可以。对，如果说家里有过敏的小朋友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所以其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杀菌，或者是衣服的话，就是用热水洗55度都可以杀尘螨。本题完全没有一个人答对的，你看，好，那么再来呢？下一题再考考看大家，就是请问，如果说衣服有时候会不小心画到原子笔的话，用什么东西可以去除？你们觉得是牙膏还是去光？牙膏，牙膏。因为我们之前有主持一个小单元，就是家庭主妇做一些小家事啊，什么 PEPPO 就是牙膏。牙膏。那你们两位嘞？那薛哥也是。薛哥，我对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就是尊重老婆的答案。哎呀，那您个人啊？我尊重那个曾经主持过演的专家。哎，但是呢，我有独特的看法。有。我曾经用不一样的东西，我是用洗发乳，我觉得也不错。洗碗巾也可以，其实。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其实一样，但是如果这两样要我选的话，真的啦，我们只有牙膏了，不做第二个选。好，告诉大家，其实这一题是三位的大放送，两个都对。然后牙膏是因为我们就是牙膏有清洁力，所以是比较随手可得。那如果说你画到很久才洗的话，就要用去光水，然后来那种挥发性溶剂来给它去除。但一般如果说才刚画到的话，牙膏或者像你刚才说洗发精的话，因为它是界面活性剂，有清洁的效果，是也可以，也可以，对不对？对。哎，那去光水会不会伤植料？就是有些什么样的植料要避开？像丝质的、羊毛类的，就是不要用去光水。如果丝质、羊毛又化到比较久，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洗碗巾洗不掉，你就要用酒精，然后而且不要说直接倒在那个衣服的污处，就是用棉花棒，很麻烦，对，那个很难用的话，其实会扩散，所以就是局部要沾棉花棒，然后直接把化到的地方涂就好，不要说直接倒，有些人就想说哪里脏就倒一点倒一点，要用棉花棒会让它只沾那个化到的地方。所以原子笔的意思是说，我们以此类推，包括酱油啦，或者是番茄酱啦，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除。其实酱油、番茄酱都水溶性的污垢，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清。那么难洗啊！对，其实通常就像我们传统那个水晶肥皂，刷洗一下都可以掉，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原子笔算油溶性的污垢，其实比较难。哎，所以这一题，哎，大家都有分，对不对？来，谢谢，请颁奖，小妹，给爸爸妈妈。第四题，对啊，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穿牛仔裤，今天在场就好多，我们大家都穿牛仔裤。那穿牛仔裤有时候我们会怕说它会褪色嘛？那怎么样才不会褪色？是说都不要洗呢，还是说洗的时候加一点盐，还是说翻面来洗？哪一个方法比较？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翻面吧。哎，我也是，觉得可能是加盐巴吧，因为这么特殊的一个题目答案。那个，其实我跟你讲，加盐巴有时候是洗葡萄，你知道吗？或者是放在那边腌，缺个腌白菜。缺个，我好喜欢你来，好久人没这样修理他。不修理他，哪有拿螺丝起子？我是建议啦，真的，是的，至少答案翻看一下嘛。好，那公布了，其实只有汤哥答错，看到了没呀？看到，哎，谁是这个达人呢？给那个来宾有一点出，对，是区分一下，少数服从多数。谢老师解释一下，对，其实过去啊，大家都会说要放盐巴，然后就可以防褪色，其实那没有效果的。我曾经有个朋友还放了很多盐在洗衣机，就洗衣机就因为没有溶解，然后就整台机器就坏掉，对，然后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人家我们在做衣服时，他们会用盐来定色，但是如果说已经变成成品在市面上买的，你事后自己加工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只有翻面才是比较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哇，好棒好棒！怎么样，两枚了 ？Julia 也还有机会目前哦，还是咱们屈家获胜哦。目前主持人就只靠 Julia 加油来对他们两个，加油来。最后一题，很简单也很难。鸡蛋买回来，我们都会放到冰箱，不有蛋的架子嘛？放的时候是尖的要朝下还是朝上？就是蛋有一头是圆圆，有一头尖尖的，哪一个朝下？这也要讲究。等一下，我这个立刻就回答你。好，我是圆的在下面。对啊，我们家的习惯是，一般都是你买回来的时候，它也是圆的在下面啊。你买回来的时候啊。是吗？你放在架子上的时候，譬如说 Seven， 好，我们讲便利商店，对，它放在里面有没有一个一个的塑胶，那个已经是圆的放在下面了，圆的在下面，尖的在上面。对，它的模型是圆的在下面。哎，你多久没买蛋了？你们家吃不吃蛋啊？他们有养鸡，所以不用买蛋。厉害了，捡蛋是不是？
我没有太注意到那个上下的问题，不过基本上其实是比较稳的地方放上去。大家的答案都一样，就圆的在下，尖的在上。这有点，我觉得这有一点那种，我觉得对，因为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的，因为这个是圆的下面是很正常。尝试啊，如果变成问题，好像就是应该是倒过来。所以这一家子要跟你们不同的答案了吗？哎呀，真的，哎，等一下，咱们一婚之差，至少我们都好，一个选，好，他选圆的，我选尖的，至少有一样，还有一个，可以啦，可以啦，我们主要是要学习一下。好，答案是，其实尖的那一头要朝下，真的，圆的在上，因为那个圆圆的地方就比较钝的那边，它有一个叫气势，就是我们在打开弹幕那个，对，有，还是气泡一样这样子，对对对，气势的地方要朝上，可以让它保鲜效果比较好，鸡蛋可以放比较久，所以我们过去都觉得那个比较圆的这样放比较稳，其实错的，是尖的要朝下，所以反而会放的比较久。对，对，所以我们完全观念错位。那 Seven 不是 C 叉，他们也这样卖啊？对啊，我们不知道就回家就照着这样摆，确定吗？不确定。那个便利商店的这个道理逻辑是因为怎么样啊？你赶快吃吧，吃完了再来买。说的也是，对，因为最好你的鸡蛋一盒买回去坏一半，没有这么快，最好坏一半，然后赶快再来买，对不对？哦，所以这一题呢，是妈妈一个人获胜。妈妈，妈妈可以得到奖品哦。妈妈没做过家事，也吃过鸡蛋吧？真的，你看 Vicky 好厉害，她有得到冠军的奖品，对的。来送给你，教小朋友做家事的书，回去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哇，你们现在很厉害，小朋友你们惨了，而且你知道。得到这本书最开心的是爸爸妈妈。还有没有一本啊？来来来，妈妈弄的。不要急。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可以增加奖品。这蛮有趣的。不过说到这边，请问一下陈老师啊，因为这个家里我们都希望能够家事来分工。对。不过有没有什么方法，类似像是这一家子？爸爸是比较会做家事的，对。可是其实也许爸爸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小低估，不是一点吧，是很。也希望能够妈妈的分担一下，不过当然小孩子啊，其实也需要妈妈这个帮忙照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或是能够帮，请对方能够帮助我减少一下家事这个负担呢？其实要人家做家事的话，有时候还是要看每个人的个性。那像有些人，像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就每天晚男生，然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骑脚踏车，那你就说。哎，你去骑脚踏车回来时，顺便帮我拿干洗的衣服。那其实你就一直用一些顺便的方法，因为如果你指挥他说，哎，你待会今天晚上你要负责拿干洗的，他就觉得说，对，哦，你都叫我做什么什么，然后所以有时候就，哎，那你就下班的时候麻烦你顺便买个什么回来，他就不经意中，就感觉那个顺便听起来就很轻松的感觉。对，当你在做什么时，然后再。额外再帮忙一点点，他就比较不会有一个排斥感。其实真的是有一些小 pebble。哎，如何让那个另外一半爱做家事呢？有包括从一个按钮教起，按钮啵。什么意思啊？对啊，这个电锅按下去，这种人大家应该都会做吧？就有时候你跟他说，哎，麻烦你，我们米已经洗好了，你就帮我按一下。那他其实就很难拒绝你啊，他总不能说我手残，我没办法按电锅。对。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呢、啊，有些人就是你已经洗完米的放到电锅里面，你就干脆按下去。你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叫他来、那个、就是有些家里没有保温，没有那个定时的，他可能去上班，他出门，比如他一点就出门，他三点四点才要煮饭。那你就打个电话回来说，哎，你在家那帮我按一下，那就很难拒绝你。就是有一些方法让别人无法拒绝，因为制造一些机会，对不对？好比说，哎，我不嫌我手油啊，我现在手都是水啊，什么之类的。对，哦，就慢慢制造这样的机会，就从简单最简单的一个按钮开始做起。我没有希望得到奖赏，我也没有希望得到赞美，我只是希望下一次可以答错，你知道吗？那你就把它做差一点，让他做呀、啊。做得那么完美，看不惯啊，他的个性。对，我觉得他的个性会看不惯。在三四岁小朋友就可以做家事，但也不要刻意跟他说，哎，你今天要负责什么？那种小朋友不懂，而且你从小就说你要规定他做家事，他就知道家事等于不好玩的事，他就开始有这个等号出现在头脑里。